14岁就可以开车上路。穿梭在法国巴黎街道，这款电动小车现在正流行。一整排五颜六色的缤纷外观，仿佛玩具车的放大版，模样相当讨喜可爱。这是由法国百年车厂雪铁龙研发出的小型车 Ami， 车内虽然只有简单的两个座位，但车室空间还算舒适。360度环景大面车窗，加上杯架、手机充电架，还有置放背包的地方一应俱全，强调空间小但机能性佳。而电动车最麻烦的充电问题，在家就能解决。A normal plug. This is crazy. You can literally just plug this into any socket from 0 to 100% battery. It'll take you 3 hours. 3小时充饱电能行驶70公里，刚好符合市区通勤。加上阿米最高时速只有45公里，因此在法国，14岁以上的民众不用驾照就可以开着阿米上路。You can use from the age of 14, drive around the cities, zero emission, no driving license, extremely affordable.And very pleasant to drive. 阿米一辆售价6000欧元，约合台币20万左右，在巴黎现在也能以共享汽车的形式租用。阿米今年3月上路后，包含意大利、西班牙都跟雪铁龙车厂下订单。在疫情严重的当下，减少搭乘大众运输的个人化交通工具，俨然成为市场新主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